我平常带哈鲁散步都是什么情形吗？哈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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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的很不合作哎，快一点，走。他平常出来都是这样，被少女爱慕的男子。没有没有，他很开心，他很热，他是开心的。一起睡，嗯，好吧。那请那位白色小姐，他一定有一啊，这是一的啦，这一定是一啊，对啊，你全部算一下，哎，而且只有他穿高跟鞋，太夸张了，来来来，只有你穿高跟鞋，手你去就台湾，手了，我带过来，对对对，我的睡觉，哎呦，哎呦，不对，小心。要小心，他的前面那爬得上去的，这会着凉啊！小心点，睡，哎，小心点，哎呦喂，哎，睡呀，哦，哎，这会跳哎，小心小心 ，cover 一下，遮住遮住 ，cover， 对，他只能侧坐，只能侧坐，他正面的话是不行，侧坐，喂，就这样，好 ，OK，不对，哎，曾子瑜很少看到这么爽的通告，好开心的，以后裤子不要穿那么紧，盖住，这套太强了，一二三。哎，你今天穿的是这个是一级战斗服，哎，强啊，丽娜，真的，睡觉真的穿这样吗？你真的给我穿这样？不会吧？我的战袍有时候拿出来。哦哦，有状况的时候 ，JKF 白大美女啦，穿睡衣你要穿高跟鞋，这个哎，另外一种味道哦。对，哎呦。哦，其他人都没有想到要穿高跟鞋，感觉可以，厉害。对，因为他现在让寄托，我们帮忙脱。对呀，现在是冠军嘛，所以他有不能输的压力。对，不能输，第一名丽娜，她平常你穿的都这一系列的吧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对啊，今天是特别。有什么？平常都是穿洛丽塔那系列的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没错吧？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看吧，你看吧。OK， 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直闯香闺。天哪，这 IG 太厉害了吧！丽娜的 IG 啊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如何在演艺圈界定你是不是个美女，很简单，一个方法，就是看张力都能不能追上。可以。活动他经纪人，趁他去外面工作的时候。偷偷来到他家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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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门一开，就有一种香味从里面飘出来。
通常突袭女生家呢，都是先从浴室开始。两只牙刷，一只牙刷是黑的。哦啊，刷皮鞋的。百大女郎 Lina， 花果山最美的猴子。突然好喜欢《西游记》这本书。现在我们要进去里面看一下她的房间。她房间有进去。我真的被吓到，我墙壁在动，墙壁在动。我这是电视啊。设计感很好哎，那好好玩哦，收纳很好。妮娜的床，好舒服哦。哎，给人家问好。Bikini， 太性感了吧？来，两位，你们先去外面等我。所以现在我要找地方躲起来。等他回家，我不知道他要多久。哇，这么近。哎，那什么东东啊？他不见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，不是吧？不对耶，喂喂喂，差点就不能播了。啊？不久，我在养你了。看起来应该是睡着了。干嘛？怎么？怎么了？手在下面。他在干嘛？怎么等他现在没来，是不是在警察局？走啊，快啊，快快快走啊！是不是还没到？没吧？这是写真集啊！恭喜啊你！好，你说是谁？我们就把照片带回棚内吧。我终于知道吴尊今天没有来的原因了。吴尊今天去开庭的，进去了。女生开庭，人家进来拍中就是很尴尬的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他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可爱，应该厉害的哦。一二三，啊！哎呦，这个有点绝对领域喽。哎，这个已经，哇塞！那可能还是要移动一下位置。有。摄影师的问题啦，拍太烂。是你的问题，那是那个被告的问题。我强烈怀疑吴尊是把真正好的照片留在他的留在手机，真的，他都把那个照片都很美，对呀，拿出来分享一下。好了，那这个维安可能今天的第一名应该就维安了，应该对，你睡衣还好，但是睡姿厉害，睡姿太厉害了，睡姿撩人哦，对呀，哎，你看撒这个花瓣一下吗？要一下吗？但要，而且这里面呢，这个维Lina 的这个照片啊，你的睡姿跟我很像哦。对，对，我是这样睡，然后我一定要夹一个那个枕头，放冰箱。